好，各位亲爱的同学，大家午安，线上的同学大家午安。好，那好好，然后又来到我们那个赛斯春的健康之道读书会。好，那就是今天是2021年的12月17号，那在赛斯春由子涵来带领健康之道读书会。那我还是要说，我们的手机要关静音哈，是什么声音？好，哦，电脑通知是吗？好，没有关系哈。那好，这也是我们今年度的那个，应该说今年度的最后一场健康之道的读书会。那我们还是尽可能就会把健康之道读完，所以我们明年一样会继续。好，那明年的，因为我把自己的那个原来我们的健康之道读书会是安排在疗愈静心营结束，哈，也就是基本上应该是像今天的中午结束疗愈静心营，然后下午有一场健康之道读书会，然后晚上接着就是许医师的工作坊。好，那在这里先跟各位亲爱的同学先预告一下，好，因为明年的疗愈静心营，我们会安排在每一个月的第四周，也就是许医师工作坊之后的那一周。好，那在许医师中工作坊之前，好，过去15年来一直都安排疗愈静心营。好，那因着我们那个大讲堂的建设，可能今年大概下个月我们就会开工了，好，正式开工就是12月23号，我们就会报开工。好，那报开工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准备建喽。那预计大概1年内，我们会把那个赛斯的这个大讲堂建好，就赛斯学院的讲堂。好，我们之前建一半啊，有些同学来就会说：“那一栋房子怎么停在那边？哈，像废墟一样。”哈。好，那是因为我们一部分就是这几年一直在筹，就是在怎么讲，就是在筹集那个建设的经费哈。那也就是真的是事情也特别的多哈。那也有一些法规上的议题，所以也一直在申请一个好比较能够合法去建设，因为我们也害怕万一没有一个合法的建设建下去，好。那又被拆了，就对不起捐款人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好，那我就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确认这件事情。那现在就是我们大概12月23号以前报开工啊，就会真的准备开工了。好，那开工之后未来建好，我们希望在赛斯村这一边，就是每天都有很多的身心灵的课程、静心的课程，可以在赛斯村里面来，就是来运作，好，让所有来到赛斯村的同学，无论你是来度假，或者是来学习，好，或者是来常住，好，或短期的一个度假居住，那都可以去选择，好，你想要参与的一些静心的课程，或者是自我探索的课程。好，所以我们明年的许医师工作坊之前，我们也会安排不同的老师来到赛斯村，然后可以就是可以来带2天的课程，然后之后又可以接着许医师的工作坊，所以整个形态上应该跟过去就是7天6夜或者6天5夜连续的课程应该不会改变太多。好，那唯一改变的就是疗愈静心营，好，移到那个什么另外一周去，那也让就有更多其他的老师可以在这一个时间可以进入到赛斯村来协助，好，把赛斯村的这个课程，好，就让赛斯村的课程有更多的一个多元化的学习。那另外就是我们明年，对吧？明年我们是不是要举办那个进阶的培训课？好，那我们进阶的培训课也会从明年的1月就开始哦。那如果你没有参加，要说培训课，其实今年我们基金会讨论，就是说，其实我们比较希望就是种子的推广，
好，那初阶我们就称为入门，好，那进阶我们称为入心的课程，好，那高阶我们就称为实修的课程。好，那在赛斯春实修的课程，就是我们会规划，就是大部分还是以徐医师工作坊为主。好，那初阶我们已经办了两届，所以我们今年会来办进阶。那如果说你没有参加过初阶的同学，你一样可以直接从进阶开始上。好，那初阶的课程比较是以徐医师的著作，以徐医师的书作为一个教材。好，那进阶的课程是以赛斯书，好，13本赛斯书作为一个教材。好，那所以欢迎每一个同学，好，无论你想参加我们的种子的培训、种子的推广，还是说这个赛斯春生活辅导师的一个培训，好，或者好，你想要一系列比较深度的开始来学习赛斯心法，那我们就欢迎你们都可以跟着一起好参加初阶的课或参加进阶的课。好，那因为赛斯春这一边开课大部分都是每一个月由每一个主任带团来参加徐医师的工作坊，好，那会顺便帮我们好开这一个培训课。好，所以我们大概在赛斯春开培训课，我们好只能够就是一年里面我们只能在现场只能办进阶或者是初阶，所以我们今年在现场我们办的是进阶。好，那在线上我们一样维持一个好，你可以跟赛斯春报名，那我们会在线上来办理那个初阶的培训。好，那线上的初阶的培训好，我们会跟那个台中好台中教育中心同步。好，也就是说老师是在台中教育中心的现场，好，那他们也有开放线上。那赛斯春这边的生活辅导师好，那就是用初阶就是用线上的，那跟我们的教育中心同步来学习。好，那生活辅导师跟我们基金会的所谓的心灵志工或心灵辅导师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参加的课程都是以赛斯心法作为一个教材为基准，好，所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啦。好，那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叫做在赛斯春这一边叫生活辅导志工或者生活辅导师。好，那因为是生活，因为未来在赛斯春有一个心灵社区，也就是我们目前凤凰山庄这一区。好，那我们在今年的2月拿下了 BOT 案1月拿下 BOT 案。好，那这今年一整年好我都在走那个环评的部分。那环评大概就是整个园区的就是新建计划必须环评通过。好，那环评大概要走大概一年到一年半才会通过，所以也就预计好目前已经环评环说书已经送出去了，那目前就是在就是机关也都有受理。好，那只是有一些修改的部分我们在做修改，好，做修正，那预计大概在明年的年中我们会完成这个基地的一个环评计划。那环评计划完成了，我们才有办法开始申请那个建设的执照。好，那申请建设执照大概又要花半年的时间，所以就是大概明年一整年我们都是在走这一个申请的这个阶段。好，那一直明年叫做2022年，对不对？哦，那这个数字真好哈，爱你爱爱哈年哈，就是非常爱你的意思哈。那跟爱你爱你哈，2020年是一样哈，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数字很棒。那明年一整年我们在做这一个申请的过程，申请的计划。那大概在2023年，我在想顺利的话，好，我们应该是在2023年。可以顺利的开始我们好这整个凤凰山庄赛斯春凤凰山庄这个心灵社区 Villa 的一个建设。好，那因为这里比较潮湿啦，我们统称叫小木屋。好，那小木屋是一个比较就像一个独立套房的概念，
但是因为这里真的是这里的环境虽然你看来赛斯村你会觉得哎，房间也不会很潮湿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花了很多的人力像阿玉他们房务人员他们都每天都要做除湿的那个工作那所以其工作的人非常的用心在维护这边的设施跟这一块土地像阿强他们这一组医生他们这一组都一直把园区都维护得很好所以未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园区里面会有一条所谓的小桥流水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园区所以应该是说2023年开始启动建设之后那预计大概建设几年就我们大概两三年内也大概要完成也就整个从今年到完成大概预估6到7年我们就一定要完成好那第一期我们会分两期的建设所以未来在赛斯村这边无论是学习的品质居住的品质包括环境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然后真的是一个很棒的那因为这整个园区是交由我们台湾很有名的半亩堂建设团队他们对整个环境的规划是非常专业的包括整个风力水力那未来也会倾向我们有自己可以有水那我们自己也能够有电尤其是现在整个政府这一次明天吧对不对明天不是要公投吗那公投什么其中有一个就是要不要启动那个核能发电厂嘛对不对那这里面就会真的 我是没有任何政治的那个就是偏好就偏好绿色还蓝色我是比较没有但是对于民生的问题真的就很现实就没有电大家也会怎样没有电大家也会有意见可是核能发电又不是我们又怕影响到我们整个地球整个环境的那个也就是说在环保上面又不是那么好所以如果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就比如说水力或者是阳光就是 自己能够比如说太阳能之类的那也许我们也可以为这个土地做就地球做一部分的贡献所以我们也在想也许赛斯村未来也有可以有使用我们的电力尽量使用什么太阳能那我是不知道太阳能是不是又要花很多的建设经费还是什么这个真的还是得要去研究啦然后我们这边的阳光够不够虽然每天都天空很美好星空很美那我也不知道说光线够不够毕竟我们是比较靠山区虽然气候都还是很舒服的那太阳能跟阳光有关这个是比较专业的东西我们还是要跟专业的团队来讨论那所以呢整个课程我刚刚是从课程说来嘛所以整个课程的设计我们会在明年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就是新的开始那我说很大很大因为我又想到就是我们跟工作人员这几天讨论得非常的开心那就是我们预计明年我们会开始举办很多的农村体验的活动对不对就是包含农场的体验包含在瀑布做静心的练习的体验那瀑布静心是疗愈静心一直在执行的那包括我们还没有公开的一条秘境那这一条秘境就是我们赛斯学院那个我们自己的山那我们有自己的山里面的一条路对不对可以绕整座山然后整个沿途的那个所谓的原始森林整个沿途的那个那种景色啦景观应该叫景观对不对很自然而且是非常的漂亮那这一条秘境我们都还没有开放过所以不同学大部分都不知道那因为我们觉得明年开始我们会来举办一些就是旅游活动2天1夜或3天2夜然后可以让大家来到这里不只回来学习然后回来度假都能够
有一些就是跟这里的大自然，跟这里的土地，跟这里的人文，好，跟我们的赛斯资料可以完全地融合在一起。那我觉得我对这个活动非常的期待。然后昨天我们三个宝贝就是正义义胜还有那个小屋冯晨他们三个人就带着一个面包树的叶子回来，然后就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因为他们就主任有东西给你看，结果三个人一转身就变脸了那就用那个什么面包树对吧，面包树对不对，面包树的叶子做了面具，而且是非常的简单。然后正义就很开心的跟我说，主任我还会做什么，我还会做什么。我说是，我们就是要把这样有趣的事情然后把它分享出去，分享来到赛事，分享给我们的学员，分享来到给来到赛斯村的每一个人，把我们在赛斯村这里的生活把它变得很有趣，变得很疗愈，然后让每一个人觉得真的生就是 一开始我们启动农场，我说嘛启动农场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个人去体验到生存是一个什么简单且容易的事。然后接着这样的一个旅游的体验，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体验，我想要让每一个人体验到幸福快乐是一个简单且容易的事，就日子可以很简单，可是我们可以感觉怎样很幸福很快乐很恩宠。我们从所有的动物植物，一块石头一根草然后我们的星空，我们的天空一片云一阵风我们都可以感觉到我们跟整个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然后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很开心那如果我们每天每天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恩宠状态里面，那么我们的身体自然就会很健康。其实整个健康之道就是要我们回到这个恩宠感跟幸福感里面，整个健康之道就是要我们回到喜悦感里面，让我们的焦点，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焦点跟思想进入到一个什么，进入到一个恩宠的一个状态。那赛斯在那个赛斯也说过在个人实相的本质，赛斯说过什么是恩宠感，那恩宠感是一种什么，恩宠感是一种透明的状态，恩宠感是一种透明的状态，在其中所有的动物植物都即便是很小的微生物都能够怎样自然的成长及蓬勃发展，这个就是恩宠感，它是一个透明的状态啊。这个透明的状态感觉说的就是它并不是，它就是一种能量的状态啦，它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感觉到你是被一种美好的能量所包围。那么当你被一种美好的能量所包围的时候，那么你自然的就会进入到一种很喜悦很健康的一个状态。那 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学习健康之道，比如说健康之道这一本书是鲁伯生病的时候有没有然后写下来的一本书对不对，赛斯给了很多有关于健康的那个资料，那这个资料其实在讲的就是赛斯一直希望鲁伯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自己的健康有信心，然后对对自己很多累积压抑的很多负面的想法负面的感受能够多一点的焦点的转移，因为鲁伯也用了太多的这个负面的压抑，太多这样负面的感受在他的内心，所以形成了他的身体的扭曲。好，那我觉得很棒，就是看到
无论赛斯村建设的一个发展，或者是或者是我们未来整个课程形态的改变，包括在这里生活的有就是的有趣的多样性，我觉得都会给，我觉得这一些东西都给赛斯村带来满满的希望。那希望这赛斯村满满的希望也能够去就是去影响到每一个，能够把这样的喜悦带给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来到这里的人都能够真的找回自己的力量。好好，这是我觉得很期待的事情。那接下来我想先分享一下我昨天做的一个梦啊，那个梦有一点奇怪，好很好玩啊，做完梦之后竟然还有那个名牌，还有名牌，好，我们去买，买了以后我们中了那个，我们今天一定要去买大乐透啊，买了以后有中我们就见者有份。好，那我做了一个梦，那这个梦很奇怪，就梦见我的脚就是我的膝盖不能动，好，所以我必须要去做一个开刀，就有医生要帮我治疗。好，那我两只脚的膝盖哦，好，然后就一群人，然后就是我就很害怕，很害怕开刀，然后就是护士就告诉我说，哦，开刀是不会痛的，没有问题的，好，然后他说等一下也不用麻醉，我想要不用麻醉就开刀，不就吓死人了，对不对？好，然后这个梦里面他们就说，待会就是我们麻醉的方式是用催眠的方式。然后你就会不知道，你就我们是用催眠的方式，所以你是不会感觉到痛的。可是我们又觉得说，那万一我没有被催眠了，然后你心里有，我在梦里面就这样想，很害怕。那万一我没有被催眠，然后你就跟我开刀了，那我不就痛死了，对不对？好，结果接下来马上就进入了一个状态，就是他们在我的耳边大叫。就很吵很吵，我就几个护士开始一直对我的耳朵大叫，然后很吵很吵很吵，然后我就进入那个很吵的那个焦点，然后等到那个大叫结束，开刀已经开好了就是真的没有感觉到痛然后起来的画面就是那个两只脚已经开刀开好了，就贴了两个像那个像膏药，有没有？可是是皮肤色的，就是两个圆圈，这样两个圆圈贴在膝盖上。好，开刀开好了，不痛。好，然后我醒来之后，我就觉得，哦，这个梦可能在告诉我，就是我为什么脚会痛？好，那我就开始去想，会不会我最近有一些内在的无力感，或者行动上有没有受阻？好，那主要我醒过来比较明显的东西是。焦点的转移，我在梦里面在看那个刀，就是这个梦告诉我，只要你焦点转移了，你就没有觉得什么痛，对吧？焦点转移就是他们对我做很吵很吵的那个噪音，然后让我把焦点转移了，结果刀就开好了。所以我也在想，对啊，这不就跟那个每一次我在疗愈静心营里面跟很多同学分享的一样吗？就我希望在这里常住的同学尽量转移对疾病的焦点，而疾病自然而然就怎样，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就好了。那这也是健康之道里面算是不断的鼓励鲁伯要转移他对什么疾病的焦点。好，可是在这个梦里面真的就是很好玩，就是真的焦点转移了，然后你真的没有感觉到痛，可是焦点转移的，然后问题就自动的怎样被解决了。来，好像也在告诉我说，当我碰到任何的恐惧的事情或困难的时候，我只要做哪一件事情，焦点转移，对吧？好，我只要把我对这件事情的恐惧，对这件事情的困难感的焦点转移了，也许事情它会怎样自己解决。好，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跟刚好我觉得这一个跟今天就是跟健康之道我一直在讲的焦点转移有一点关系，所以就跟大家分享。
好，那么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健康之道的那个课程哦。好，那有书的同学翻开305页。好，那没有书的同学就专心听。好，然后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的布置不一样哦？多了一个桌子，那我就不用靠着那个谱架哈，然后我这样子就看得比较清楚，因为多了一个桌子就可以放一个小小的台灯。好，然后台灯本来那个光线很强，我还请阿强帮我换暗一点点，好，就比较不会一直照着我。好，可是这样子就是看得到字，哇，好像第一次感觉到我上读书会有这么清楚哎。灯管坏掉还一直闪，还是我们要不要先把那一根拨掉？好，拿梯子还是那个椅子？椅子够吗？好，先拨掉，才不会让同学在镜头里面看到那个光线一直闪。好，那没有关系，我们也不要受到影响。好，我们还是接着来看我们今天好那个健康之道的读书会，然后让工作人员去把那个灯管弄好。好，只是等一下镜头可能也会看到他们哈。好，我们看到305页的最后一个刮胡。好，今天早晨威尔逊医师来看针，而建议说他想清掉针右膝上方开口而流血的地方。哎，会不会我已经收到？会不会我昨天的梦就是收到这句话的概念啊？有可能，因为就是在我昨天的梦，就是在膝盖的内侧都贴了一个，好、哦、像50块钱币的那个孔，就的那个叫什么？要那个叫纱贴片就对了。好、哦，好，会不会我昨天的梦就是收到这一句话，已经先收到这句话的那个概念哈？哦，但那儿有一个大洞，好，虽然疗愈的迹象是很明显的，那他也说，即使针动个手术，他也不知道能不能矫正那一个腿。那针和他讨论的，好，一种椅子，针可以坐在里面，而他提到像某种轮椅似，好，躺椅的交通工具，那可能可以调整来给针用，因为针的身体就是已经有一点扭曲了，就是没有办法坐直，它也许都是卷曲着，所以它必须如果需要轮椅也需要一个特殊的轮椅。好，那我们停3秒钟让工作人员继续弄，可以吗？好，那算了，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课哈。那来翻过来306页。哎，对耶，这段不就是我刚的梦吗？哦，所以是不是感觉我好像感觉去经验的那个，好，这个针要不要开，膝盖要不要开刀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耶，我觉得真的很有趣耶。这一刻我感觉好像那个能量状态是一种，对，我觉得很有趣，好像感觉到好像进入了他在想是不是需要做在膝盖上做一个手术，然后把那个什么，哦，那个开口的流水，哦，就把它引出来，哦，我觉得很有趣，我竟然做了一个这样的梦，哦，所以也许我进入了那个真的那个什么潜意识也不一定哈。那所以我在讲这个，我现在就很有感觉就对了哈。来，我们翻到306页哈。那我前2-3天可怕的忧郁哦发作已过去，好，就是真跟约瑟说啦，那他就这样不见了，就是忧郁，就是那个发作忧郁就消失了哈。那我该发现是那一些感受促成了他整个的不舒服，那因为观察着他，我很确定他大半的问题是由他自己的反应引起的。哎，由他什么反应引起？恐惧。好，真其实有很多的什么恐惧，
好，就好像或者很多负面的什么，他有很多负面的，对自己有很多负面的批判，或者他有很多就是自己有一些比较很害怕自己，比如说一个女人的这个角色，前面我们有提过，所以经常讲恐惧是来自什么，自己的什么想象。所以这句话就说，真大部分的问题是由他自己的反应引起的，所以他可能在反映他的身体是偏向比较怎样，没有信心的，或者是比较害怕的。好，那我刚讲，也许我昨天的那个梦真的收到的这一个，也就是先看到这一句话吧，所以我做的那一个梦也是有可能的。可是他给了我一个引导，就是要怎样改变意识的焦点。那这也是在我这一两个月来一直在讲到，还有徐思课里也有讲，一直在讲到，心理的移动，焦点的移动，拿心理的移动，那个心理的移动就是焦点的移动，包括什么感受的移动。好，你信念的移动，你其他的东西都会跟着怎样移动了。只要你的信念上，你的想法上有所移动。好，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再想法，就先把你的注意力移开。那我昨天的梦就有一点是这一个。好，来。所以我们的实相经常来自我们的内心所反映出来的。那我们要改变，只能怎样？改变我们自己，移动我们的焦点。然而，接着，然而，今天当他仰躺这时，他也曾非常的不舒服。的确，当我试着令他坐好，吃晚餐时，他以这样一个严重的角度跌落到床的一边，以致我必须请人帮忙，来扶他再坐直起来。也就是说他的身体的卷曲是不容易，就在椅子上好好的坐着，那还蛮惨的，这样看来。其实我记得我在上健康之道的一开始，我就说，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把它上完，因为你们会越来越看到真的一个身体状况其实是有一点就时好时不好，可是大部分就是也会越来越糟。好，那但是他透过他自己身体的议题，他也真的开始有开启的一个他面对他这个人生的各种议题，比如他跟妈妈的关系，比如说他跟约瑟的关系，以及他跟教会的关系，还有他对自己，当然最大的是他跟他自己的关系，他对自己能力的害怕还是对自己能力的肯定。 好，我们接着看。有时我自己的恼怒明显地显示出来，因为仿佛不论我自己做什么或任何别人做什么，我的太太都不会舒服。好，那至少那个时候不会，就是无论他们做什么，那真还是一样都是不舒服的。那真的右腿以及以他现在折叠的样子一直朝左边推他，令他很不雅观地歪斜着。来，你们去想象那一个画面，是不是很心疼？就扭曲，扭曲在一起，而且他的那个什么右腿一直往那个左边推他。那在他吃过饭而我正准备离开时，那真说，我对令你的生活如此艰难真的非常有罪恶感。那并且说了更多那样的话，也就是他觉得很不好意思麻烦怎样，很不好意思麻烦约瑟，对吧？好，就是让约瑟这么样的辛苦，他觉得自己很有罪恶感。可是亲密关系，那天我在上亲密关系也有一句话，徐医师说的，当一个人怎样，当一个人
很害怕去麻烦别人的时候，其实这个人是不容易怎样跟别人做情感交流的，不容易真心跟别人做情感交流的。而他的背后可能也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不值得被怎样被帮忙，对吧？那换句话说，就是我不值得被爱。那会不会真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我觉得有可能啊，也许真的有可能，他也有一种我不值得怎样被爱，因为他对自己有很多的否定，所以他会觉得，也许他觉得他不值得被约瑟这样，好，就是这么的细心的照顾，所以他就会有一些罪恶感。好，那我想这是第一次，就是他，至少我记忆所及，就是他以如此一个简单直接的方式做了一个这样的声明，好，就是很简单的告诉约瑟他心里的感受。那我马上想他是个极佳的自由联想的资料，那我们该追下去。也就是说，如果以疗愈探索来说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大部分，如果个案谈到这里，我们就会说什么啊？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好，为什么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这个感觉来自哪里？好，那可是呢，因为也许约瑟有更多的心疼，也许约瑟有更多的想要安慰他，好，所以约瑟并没有追下去，好问。那也许他们也会觉得，其实真自己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好，所以约瑟回答说，哦，我们最好忘掉他，而试着集中焦点在未来上。来，这里又有一个集中焦点，来跟我昨天的梦那个转移焦点是不是又一致性了啊？我想我昨天应该先进入了今天的读书会，所以我昨天做的这个梦蛮有趣的，而且仿佛我自己用着我的身体去体验真的膝盖的痛，这样大家明白吗？所以梦有没有很有趣？梦很有趣，对不对？好，很有趣。好，好，那我讲，我还写下来那个名牌哈。哦，等一下下课，欸，要去那个。哦，在那个梦里面做完之后还有出现数字，哦，那很好笑。好，那约瑟就就是劝真要把焦点放在未来上面，哦，然而这种罪恶感可能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的一个具重要意义的角色，而我们该找出这是否如此。意思是说，我们真跟约瑟应该要开始去怎样探讨，是不是真在日常生活里面，哦，的分分秒秒点点滴滴，其实他一直充满的这样的这种罪恶感的感觉，就是我不好意思麻烦别人。那如果这个是一个工作方读到这句话，那我就会要同学去做一个探索的练习，来，这个就是自我探索。来，每一个同学都应该要回来问，哦，那天在亲密关系读书会，我就有把这个当作是给同学的功课。好，第一个你要去问，你是不是经常的不敢麻烦别人？你有没有？你有没有经常不敢麻烦别人？好，第二个，好，你要去问，问自己，好，我准备好，好，我已经准备好要跟别人做更深的连结了吗？我准备好了吗？好，第二个我们要这样问。好，那如果我刚前面讲，如果你是一个一直都不敢去麻烦别人的人，好，那可能你要开始探索你内心真正的情感，你的感受，好，你的信念会不会里面有很多的自我否定？会不会里面有很多的不值得？好，所以我说，好，我们学习这么久，好，
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最困难穿越的一件事情，就是学会自我肯定，对吧？来，在健康知道鲁婆的病一直这么严重，是不是他也没有学会自我肯定？他是不是看来他传递的赛斯书是这么的棒，他那么写的那么多的著作，是不是很棒？哦，对我们来讲他很棒，对不对？可是对于他个人来讲，他有没有因着这样而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或者感觉到自己很棒，真正的自我肯定？所以你可能有某个部分你觉得你真的很棒，可是你可能在你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更大的能量是怎样不断的在否定自己的。好，那这里这个部分可能配方也会有，就是其实做了很多很棒的事，可是在内心深处还是不断的在否定自己的。不要讲配方，子涵也有，我先自首。就我蛮多，我自己也是，就明明看到自己已经很了不起的做了很多，让别人觉得你已经很棒很好了，你已经做了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甚至你已经做了很多别人都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可是呢，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还是经常的在怎样害怕不够好，害怕做的不够多，害怕没有把来到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照顾好。无论是我的，就是跟我一起工作的工作伙伴，或者是来到赛斯村的所有的想来寻求协助的同学，好，害怕不能完成许医师的重托，害怕不能完成整个基金会的想发展的目标，好，包括我自己，我经常真的是夜深人静之时，我发现我自己经常也会有一些恐慌。好，那个感觉有点像鲁伯现在的这个感觉，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我昨天为什么做的这一个梦。好，那这个梦好像仿佛就是这一篇，我应该昨天已经先读一遍了啦。好，先进入这个文字，所以我做的那个梦，还是我收到我今天要读这一篇文字，所以我昨天做到那个梦，是有可能的，由梦境投射出来，然后让我真的用真的亲身经验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意识焦点的转移。好，所以有在线上的同学，在现场的同学，我们要一起学习，学习我们会懂得怎样转移我们意识的焦点，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回来自我肯定。来，配方可以吗？加油。对，真正的自我肯定，真正的自我肯定。好，那真正的自我肯定就才是真正的骄傲，那不是那种就是很骄傲的去展现自己，去打压别人，那个就是假的，这个是假的自我肯定，那个是来自自卑感。真正的自我肯定，你会希望自己很好，别人也很好，然后你不断的看到自己很美好，你可以接受每一个人的样子，这个是真正的自我肯定。好，所以这里这句话也很重要，有没有？会不会这样罪恶感可能在真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怎样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如果我们经常让这样的罪恶感的感受深埋在我们的心底，那也还蛮惨的。好，所以每个同学去想一想哦，你有哪一些负面的感受一直跟随着你？啊，你对自己的自我肯定还跟自我否定的比例大概，大概有多少？有你自我肯定有多少？你自我否定有多少？好，我的意思是说，我希望每一个同学都进入一个自我觉察，去探索你的心灵。你必须对你自己这个人，对你的思想，对你的心灵要能够有所了解，你才能创造美好的人生。好，我们接着看。我自己的摆锤实验最近告诉我，由于我认为自己在过去该帮争更多而有罪恶感。
只今天早晨我的摆锤才第一次说、我不再感觉有罪了、就过去约瑟一直觉得来真觉得是不是依赖约瑟太多或者让约瑟很麻烦对不对而感觉到什么罪恶感，可是约瑟也感觉到是不是他照顾真不够、一直也有一个很深的罪恶感，比如说约瑟过去我们前面有讲嘛，真一直觉得、约瑟的就是他画画可能就是可能画画都比真还重要对吧，可是约瑟说并不是这样的，所以约瑟开始也在想会不会他照顾那个鲁伯的感受不够多，好，会不会对他的照顾不够多，好，所以他也产生了一些什么罪恶感，可是呢他说今天透过白锤、那白锤告诉他、已经怎样、就是已经不再会有这个感觉，意思就是已经好很多了，好，那至于我是个、这与我是个成就，意思说我从一个有罪恶感的自己然后到一个怎样我放下我的罪恶感，来，这个就是一个成就，所以成就不是你去、要做成功什么，就是你能够学会一件事情，你能够学会放下你的负面的感受、对你来讲就是一种什么成就、来，我们要追求的成就是这一种成就，那这种成就就是会来自有一种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且是我该继续探索的一个，就是我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放下所有的罪恶感，我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在学习里面更上一层楼、好，因为这个感受怎样，这个罪恶感的感受被怎样移动了，有没有，我刚刚讲到心理移动，来，心理移动就有一种内在的一种感受或内在的一个想法被移动了，那当约瑟找到这一个成就的时候，其实就是他的感受怎样移动了，感受移动了，好，那我已习于早上在早餐后以及晚上上床前的最后一件事是用摆锤，那他看来运作得很好，那我尚未与真谈这资料，那现在可能是时候了，好，用摆锤好，最早赛斯就是最早那个在1963年不是那个赛斯出现是透过就是灵验盘，有没有，他们在玩灵验盘的时候，然后不是先法兰克出现对不对，那后来出现他说他叫赛斯，好，12月8号，好，那可是后来赛斯也讲，也跟那个鲁伯跟约瑟讲，就是哎，希望他们不要一直这样，一直就是依靠灵验盘呐，不要一直依靠灵验盘，因为你应该要可以，就是如果我们一直依靠灵验盘，我们可能就不会去用我们自己的什么直觉，就我们不会去用我们的内在感官的能力啦。好，所以这里虽然看到，约瑟他可能还是会用摆锤。甚至用摆锤去做一个他的、决定，比如说协助他做一个工具决定的工具、那这里的话我会觉得你可以用 那也不要过度的依赖、我觉得要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倾听内心的声音，如果每天我们都可以进入自我觉察，对呀、那佩芳后来自我觉察有要继续带吗？明年会吗？对不对？好，那我们佩芳就有带自我觉察的读书会。好，那如果说觉得想要跟我们一起探索自己，那也可以参加佩芳那个自我觉察的读书会，而且是免费的哦。好，那各地都可以参加，这是一个免费读书会。好，那我的免费读书会就是除了健康之道，我还带亲密关系。好。那我们在线上还有神奇之道跟与心灵对话，好，那这两个分享是有收少少的费用，好，那可是我们赛斯村还是有提供一些免费的课程可以线上学习，好，那我觉得自我探索是一定，自我觉察是每天要做的事情。
哦，那配方课带得非常好，哦，那个同学赞不绝口，哦，应该不久就可以把子涵干掉了，这样对自己有信心啊，对，他老师跟子涵说，主任你是已经带几年的，我带几年，这样我说不要比哈，要对自己有信心哈。来啊，我们接着看赛事资料哈，307页。我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那赛事午安，好，那接着口授哈，记住生命的每一段都是被价值完成所激发，来请划线。好，所以赛事不断的在讲存在本身就有价值，对吧？所以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哦，无论你是什么，你是在从儿童时期、青年时期，好，到中年时期、老年时期，好，包括你现在是蓬勃生气，还是你现在是有病在身，那么它都是被价值完成所激发。啊，这个价值完成的意思就是都充满了意义，也就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有意义。我昨天做那个梦有意义，对吧？好，然后前天削水果被那个刀子划了一刀就流血，有没有意义？有意义，它一定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啊？这个意义你可以跟老师探讨。好，如果不知道意义在哪里，可以跟老师探讨。好，然后找出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那老师的答案不一定是准确的，因为最后的答案在哪里？在你里面。真正的答案在你里面，只是透过什么？透过不断的在讨论探索的过程，会激发的你找出你自己内在的答案。好，所以永远是以合作性的过程啊，这里改正哈，改正什么？就合作性的过程。好，赛斯觉得用另一种方式来说会比较好，就是以一个考虑到其他每段生命的需要与欲望的过程。就每一段生命哦，不是只有你哦，哦，你自己的生命以及怎样其他人的每段生命的需要与欲望的过程。那么其实这一个意思就是合作性的过程嘛，对不对？好，只是合作性的过程赛斯可能会觉得比较简单，所以他就把它改成这一句话。那试图去用并发展他所有的能力和潜能，并以尽可能多的方式去表达自己。以尽可能多的方式去表达自己。来，你们有没有以尽可能多的方式去表达你们的生命？比如说你除了是一个角色，尽可能多的方式，哦，你们自己可以试试看去想一下。比如说如果以子涵来讲，哦，那我可能是一个主管，对吧？那我可能也是一个员工，而我又是一个妈妈啊，我现在又是两个孙子的外婆，对不对？那我又是阿强的什么亲密爱人，对吧？好，然后我可能会做赛斯村的业务，可是其实你们知道吗？我很会煮菜，就我也很会煮东西。好，像回到家，好，那我就会除了当妈妈这个角色，好，那我就会。哦，像最近就是女儿刚生第二胎嘛，好，那孙子刚满几月啊？两个月，几个月？我孙子是十月十九，十二月十九，哎，两个月，好，再两天就两个月了，好，要满两个月了，对吧？哎，三个月，好，要满三个月了。好，那我回到家我就会帮他们，就是因为女儿要喂母奶嘛，那真的是很耗体力，很耗时间，很耗精力。好，那我就会帮她炖一些什么鸡汤啊、牛肉汤啊，把它冷冻起来，然后放在那个冰箱。好，然后让他们就是可以拿出来吃，很方便。
啊，然后就帮孙子熬那个排骨汤哦，那他不吃肉啦，啊，最起码喝汤，因为那个大的孙子哦都不吃饭，我觉得他是先啊，体力超好，活动量超大，啊又不睡觉，又不休息，又不吃饭，我怀疑他真的有过动症还躁症哦，对，哦，然后就给他做一些那个哦排骨汤，让他可以喝。啊，我的意思说你生活的多样性。比如我回到家，我就会去做一个家庭主妇，做一个妈妈可以做的事情。好，那我回到赛斯村，我就会做一个好，平常就做一个主管。好，那下了班之后，好，可能在这里的生活，好，跟这里常住的同学就会变成是一个什么好朋友。好，那我喜欢什么？我也喜欢看书。好，啊，最近也在看一点股票。哇，什么都做。好， 我的意思说你的生活能不能多样一点。好，然后我最近，哦，最有兴趣的是什么，我一直在想那个心灵社区可以盖成什么样子。好，那虽然有一个专业的团队，然后我的能量就一直在感觉，哦，已经在那个金字塔里面带静心。好，然后走在那个园区，哦，小桥流水的那个园区里面，然后跟很多人，哦，在打招呼，在聊天，好，在谈赛斯心法，来生活的多样性。好，然后我最近又在想，哎，又想在凤林盖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房子。那这个房子未来，好，哦，这是我跟阿强的家，好，哦，然后也是可以，好，哦，同学来，好，哦，赛斯村住不下，也可以住我那里。好，哦，然后有一个庭院，哎，就是可能你想的。你想做的事情可以有更多的焦点，那这里面就有感觉到好像，哦，说来说去它还是我的跟我原来的初衷，有没有那个理想跟梦想，就是仿佛就是我在我的内心一直有一个理想跟有一个梦想，好，然后我一直想去实践它啊，我也真的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好，而这15年在赛斯村我的确也完成了我的理想跟梦想，好，透过赛斯心法来帮助，好，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然后透过这个大自然的园区带领很多人在这里生活。好，来你的生活的一个什么尽可能多的方式去表达你自己，好不好？好好，那某种病毒的存在本身，接着看第二段。好好，就提供了对抗许多其他疾病的安全性。好，为什么？因为有一些病毒，好，存在本身它怎样激发了你身体的什么免疫力。好，那不论那些病毒是否以活药的方式存在，好，好，好比说一个发烧，好比说一个感冒，对吧？那一次的感冒其实有时候它反而怎样，感冒的病毒，对不对？哦，你可能感染一个感冒的病毒，那你可能会发烧，哦，那你可能需要休息，哦，那透过这个休息，可是其实不断的你可能又提升了你身体的里面的什么免疫力。哦，所以我常说感冒啊，有时候就是多喝水多休息，哦，除非，哦，真的咳嗽流鼻水或者喉咙痛到不行，你还是可以，你还是给自己舒缓一点，吃个药或什么，或者的话大部分就是多喝水多休息，好，感冒都一定会好。好好，那不论那个病毒是否以活药的方式存在，好，那当然很显然的，地球整体的实质稳定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永远在发生的风暴，那自然的灾害以及其他仿佛的灾难，也就是这个地球能够维持一个什么稳定性，是因为有什么，有台风，有土石流，对不对？有这些自然的这些现象，会下雨，对不对？那我们才会有什么水喝嘛。好，那它也是在取得一种好环境上的一个平衡。好，那甚至有一些灾难发生，好好比这一次的COVID-19，
哦，好比经常我们台湾比较没有海啸嘛，哦，像过去日本的海啸，哦，或者比如台湾比较会有台风，就比较容易有土石流或者有淹水啊。最近好像台湾我也比较没有听到淹水的现象，可是今年好像是不是南部都有淹水，哦，比如类似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天灾，哦，那大部分有时候是要唤醒人在这个地球里面的，怎么讲，唤醒你来到这个地球是要来跟这个大地跟人们的连结，也就是情感的连结，哦，所以都有它的什么意义，哦，然而这种事件促进地球伟大蓬勃生气的食物补给，而对星球资源的重新分配也有用，啊，对星球的重新分配有用，哦，就是如此。 好，比如说，啊，现在基金会面临，就比如说徐氏的事件，来，我们11月13号有没有去游行？是不是有七八百个人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游行，然后为自己发出声音，对吧？好，那一个徐氏的事件看起来仿佛是一个个人事件，可是它真的只是个人事件吗？它可能也是一个群体事件哦。好，因为有很多人是跟他一样，好，就买到了房子，结果怎样，钱拿不回来。好，那好，所以对，透过徐氏这个事件，然后让每一个人有一个机会可以去怒吼，可以去发出声音，然后到每一个人可以拿回属于自己的什么力量，所以对每一个人都充满的，对每一个个人而言，其实它也充满的意义。来，这也是徐氏的事件，说来也是基金会的一个风暴，对不对？他个人的风暴也是基金会的风暴，也是所有我们认识他的人的风暴。可是这个风暴有没有带来意义？有，带来什么？心灵觉醒，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拿回自己的力量，而不让自己成为外在实相的受害者。我觉得有意义，哦，那当然好像像 FB 有一些人，哦，又以扭曲的方式来诠释这件事情，哦，那我们就且走且看吧，哦，反正我想扭曲一定会，哦，澄清，哦，那以同样的方式在整体的画面上来，疾病也促进健康以及生命之所有面向。来，我刚刚说的像感冒，像发烧，哦，发烧也是在释放压抑在你内在的一些能量。好，比如说之前在最前面鲁伯不是又吐又发烧吗？哦，赛斯就有说那个吐跟发烧某个部分就在排毒啦，在帮助他排泄掉压抑在身体里面的一些负面能量。好，所以经常有时候我们会看一个人，有时候生完病之后就焕然一新了。好，那有时候是身体焕然一新，有时候是什么？你会感觉到一个人生完病之后，整个人格也跟着改变了。本来一个人非常的好强，什么都要赢，什么都不认输，可是有时候生一场病之后，这个人就变得很温软了，就变得很柔软了。欸，有时候一场病之后就会怎样，会让一个人的人格也跟着改变，那就换了一个人，就焕然一新。所以有时候疾病也是来改变一个人的。好，所以这也是什么？疾病也促进健康，来促进什么？这个人全面的健康。全面的健康指的就是身心灵，它不只是身体，还包含了心跟灵。好，那价值完成在微生物和国家内运作，来这里指的就是自为与自大间。哦，在个人实相的那个健康之道好像前面也有，还有个人实相本质有，就最小的跟最大的，哦，都怎样，哦，就价值完成是在最小的或最大的，
里面怎样运作，在个别的生物及整体的物种内运作，而它联合了生命所有的现象。这句话在讲的是互助合作，所以价值完成是来配合什么？有时候是来配合演出的。人跟人之间在一个家庭里面，比如一个疾病也来配合演出了，比如说整合这个家庭的情感。比如夫妻经常吵架，孩子就比较容易生病，为什么？因为孩子生病了就可以怎样，就可以夫妻可以一起来关心小孩啊，这个家庭就会回到和乐。哦，一个父母生病的，也可能把怎样已经疏离很久的兄弟姐妹之情怎样再度的怎样连接起来。好，所以你会看到有时候好几年不见的亲戚朋友会在什么时候看到他们？哦，有时候是在长辈的那个告别式里面，你就会看到那个你很多年不见的什么亲戚朋友，尤其是你的什么堂哥堂姐、表哥表姐，或者是你的什么姑姑阿姨的，舅舅，叔叔伯伯的，对吧？好，经常会在什么时候看到？在一个告别式，某一个亲人离开的那个告别式里面。所以这个离开有没有意义？有，有意义。所以告别式需不需要存在？这样听起来好像也是需要哦。因为我们现在在讲善思天堂，那我们也需要举办告别式吗？那听起来好像还是有一个不同的意义存在啦。所以呢，这个价值完成，所谓价值完成就是这件事情的发生是有意义的。好，那在其中每一段在创造性成长与表达上几乎都在寻求去超越自己，所有的自小与自大间，有没有？所有的动物、生物、植物，都在怎样寻求一个表达，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物种，所有的生命，都在寻求一个价值完成的表达，都在表达他自己，就是价值完成。好像一棵树种在那，我经常举这个例子，他开始做他自己，行光合作用，吐出氧气去，就是去供给氧气给来到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只动物，对吧？好，然后让整个这个区域的空气变得非常的美好，来价值完成。所以所有的动物、植物都在做他们自己。好，那在一个较小的个别的架构里，每个男人和女人都被这样同样价值完成所激发。来，每一个人一样的意思，每一个人，每一个男人或女人都也是，只要你的生命，好，只要你的生命还存在，你就永远在怎样价值完成。好，记得我们曾经也面临了一个就是妈妈带的一个就是重病的孩子来到赛斯村，对吧？好，那他也在问我一件事，为什么他的命这么苦，为什么他会碰到这样的事。好，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灵魂很伟大，因为你给自己选择了一个怎样很不容易的什么挑战的课题，可是这个挑战一定对他的灵魂有意义，真的。比如说也许这一次他要学会一个叫做什么无条件的爱，真的，也许这一辈子他想学会一个叫无条件的爱，只是他活着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一辈子现在想学会这一个，可是也许他累世已经学会了很多，所以他累积了很多的心灵的厚度，所以他这一世给自己选择一个比较困难的课题。一定是你的灵魂准备好了，而且心灵的厚度够了，那这个议题才会来到你的身边。
有时候吼，现在在我面前吼，大部分都是我的工作人员吼，有时候我常在想，为什么我会接下这么多的工作？那为什么我的任务是这么不容易？好，那我常有时候在想，可是后来我回来，我就会回来用这句话来告诉自己，一定是我准备好了，而且一定是我的什么，我的心灵厚度准备好了，它才会发生。好，所以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回来鼓励自己，好不好？好。所以每一个生命都在寻求超越他自己，你不会想要每一世都在学同样一个东西，你会想要学不一样的东西，对啊，是吧？不要说每一世啊，你每一个阶段你也会想要学不一样的东西啊。好，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会做衣服，还在读书哦，在小学三年级我就会做自己做手帕，好，但小学五六年级我就会自己做一件衣服给自己穿，好，我就会做衣服，好，那我想那个也是累世的学习累积下来的能力。然后呢，后来我就发现我很会做很多的手工艺品，好，包括紫貂、中国结、刺绣，我会刺绣，你们知道吗？而且我刺绣不是真的，不是玩假的，我是玩真的，好，我可以，我是刺绣过那个很大的那个很大幅的那个画。好，我很会做很多的手工艺品，好，那做很多的法事，好啊，就很奇怪，就做，然后做很多的点心，好，做很多的美食，好，然后我喜欢房子设计，可是这些东西都是在我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好，不一样的进程。那我现在有没有再回去做那些？我没有，我现在就是推广赛事资料，好，大概也用去，还有做赛事村的建设，好，可能用去我大部分的时间，好，可是的确生命在每一个阶段都在寻求怎样表达他自己。像我那个孙子很小，好，那个小孙子，一个小孙子就三个月嘛，哈，那大孙子就是四岁半，那他们每天也充满了活力，啊，他们每天也在展现他们自己，哦，他很会说话，那个大孙子，哦，他会表达，会表达他自己。啊，那天我跟他说，哦，每天只能看一个卡通，哦，不要看两个卡通，哦，那他就会说，如果短一点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看两个卡通？我说对，那妈妈给你看多久你就看多久。他回答我什么？他说，可是爸爸妈妈还有阿公，阿公指的就是阿强，哦，他们玩手机跟看电脑的时间都比我看两个卡通加起来的时间还要久。好，我觉得超级可爱的，哦，啊，我就请这三位大人，哦，成年人，哦，好好的自我怎样反省，然后做个榜样，哦，好好，这里寻求超越自己，就是你不会只想要一直做一样的事情，或者是就是你会想要做超越你自己。好，你做完了一件事，你会想要再挑战第二件事，所以你会觉得生命好好玩。生命好好玩，绝对不会是你整天睡觉睡到自然醒，然后呢，然后每天起来就无所事事，都不做事，然后你觉得怎样，然后你就有饭吃，然后你每天这样子过日子，你会觉得生命好好玩？不会，绝对不会，真的。好，来，你一定会每天想要挑战自己啦，哦，灵魂喜欢冒险跟挑战，灵魂，好，所以你会想要，哦，去超越你自己。来，在一个较小的个别的架构里，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哦，同样这样怎样价值完成所激发。好，哦，好，好，刚讲到，哦，就是那个风暴有没有，哦，所有的，哦，自然的灾害，哦，还有所有的那个什么风暴永远都在发生，可是它有益于去平衡整个什么生态，
好，包括所有物种的资源的重新分配。好，那这里我写下了一句，就是前阵子许医师在 FB 有发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棒，跟大家分享，就是村上春树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知道这一场风暴暴风雨将持续多久，那我只知道风暴过后的自己将有所不同。哇，这句话很棒，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一场暴风雨将持续多久，但我知道暴风雨过后的自己将有所不同。来，对于一个癌友，对于一个你现在正面临一个生命挑战的人，也是可以用这句话来鼓励自己。你不知道这个病、这个疾病或者这个困难要经历多久，但是这个困难一定会带给你学习跟成长，这场疾病一定会带给你学习跟成长。所以当这个风暴过后，你一定会怎样有所不同，对吧？好，那就有同学这里可能又会说，那如果死掉呢，也是不同。对，如果死掉了，就是如果你真的死掉了，你体验怎样死掉了，那么你的灵魂也已经有所不同了，因为你这一世的体验已经怎样的，你这一世所体验到的能量已经丰富了你的灵魂的本体，无论你体验到的是什么，你的灵魂本体的能量也已经有所不同，所以你一定要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 好，你们很快将明白，常常来翻过来308页。好，常常由于恐惧、怀疑或误解，来这里请画线。好，有些疾病是如何被设定来对抗价值完成的损伤所引起的啊？这里就是我说的是什么？对抗价值完成的损伤指的是什么？你一直在否定你自己，指的就是什么？自我否定。好，有些疾病是怎样，是来自于你的什么恐惧、怀疑或误解。好，那有些疾病是怎样，因为你的否定、自我否定所引起的。好，而其他疾病如何可能实际上导致被误读或误解的价值完成的例子，就是被扭曲了啦。所以来，引起疾病的四个步骤是什么？压抑、累积、扭曲，最后才变成疾病嘛，对不对？意思是说，你是多么的，这句话如果我们用比较有现实感的语言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是多么的不断的在否定我们自己，甚至比如说来误解，就你认为你是不够好的，来，这是不是一个误解？是啊，如果你回去健康之道的101页看六大生命法则，那赛斯开宗明义就跟你讲，生命六大法则的第一条就是我是个极好的生物，在我存在的宇宙里是一个有价值的部分。可是有多少人真的这样子去看待自己？你永远每天在想的是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永远在想的是你的不够好，你觉得你是一个女人，所以你出生在你的家庭，你的父母就觉得你是多余的。来，这是不是一个误解啊？这是个误解，你是用这样的一个扭曲的一个概念来过你的人生。好，甚至有人对金钱的追逐，比如说觉得没有钱就万万不能，所以你永远都死拼活拼的只想赚到更多的钱，可是你却没有好好的去过你的每一天，好好的去看到你的存在的价值，好好的去欣赏你自己。对呀，所以我们经常是怎样扭曲了我们的价值，所以我们当然我们就会过得很怎样，很痛苦。好，所以我们经常压抑累积很多的自我否定，然后造成了今天的自己，造成今天的疾病。好，比如说有人一直在换工作，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怎样，每一个工作每一个老板都怎样
都是要剥削他的，或者觉得自己的能力是深深的觉得自己的能力是不好的。哦，不过还好啦，我这样子看过去，我们工作的人都待蛮久的哈。哦，现在待最只像我在现场每一个都待好几年了。对啊，小屋待几年了？小屋最少也一年多了哈。哦，现在这个社会都三个月就换一个工作哎。对啊，我碰到好多个案，哦，一直换工作，为什么？因为他永远都觉得别人的错啊，好，永远都觉得，因为当你害怕你的能力，当你害怕表达的你的能力的时候，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在你的工作上展现。那跟别人没有关系，跟自己有关系。当你不肯定你自己，刚才有没有生命级表达？每一个人都应该去表达他自己啊。可当你害怕你的能力的时候，我这句话好好去想，当你害怕你的能力的时候，那你为什么会害怕你的能力？因为你从出生你就没有被教育你要肯定你自己，所以你会害怕你的能力。而这个害怕你会在投射，会投射给别人，以便让你自己成为怎样职场里面的什么受害者。你会觉得大家都对你不好，哦，主管不欣赏你，其实是谁不欣赏你啊？是自己不欣赏自己，对吧？好，好，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好，哦，让自己活在恐惧、怀疑跟误解里面，好不好？好，哦，那在前面健康之道，赛斯也讲，好，哦，恐惧、怀疑及忧虑是我们的什么老习性。所以每一个人尽可能的要怎样，哦，自我觉察，哦，然后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所谓的思想的惯性，哦，好，我也在想，哦，接着，哦，我也在想，我也想在此强调，生命的所有面向不只是体验觉受，却是情绪性的感受。来，请画线。除了你在体验，你还要去觉察你的情绪的变化。好，因为那个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啊，当你那种喜悦的感觉有没有出来，你会有一种很充满活力、充满热情的那一个情绪就会出现。好，所以有一种天生的侠气在生命所有的段落中运作，天生的侠气。结果我昨天在那个我们的工作群组上，哦，我说我们有三个什么侠客，哦，就是我们昨天我们三个工作人员，哦，带个那个面包树的那个面具，哦，我就说我们那个赛斯是的三侠客，哦，来，就是那种侠气有没有？来，侠气就是那种很有力量的，哦，很有正义感的，哦，正义，哦，好，在生命的所有的段落中运作。好，你要对你生命的天生的侠气，好，那这些天生的侠气是值得你们尊敬和思量的一种侠气，值得你们尊敬的，就你们的这样讲，你们的正能量、浩然正气，好，你们的正能量、你们的正气有没有？就你们很棒的地方，你们的蓬勃生气的能量，是值得你们怎样尊敬的？然后，那这里讲和思量的，就是你要去感受它，你要去觉察，在你的内心有这样的一种侠气，好。那么你该尊敬你身体的细胞，你心智的思维，所以你就要摸着你的身体，感谢它，感谢你每一个细胞，感谢你每一个器官，感谢你每一个组织，好，感谢你的眼睛看得见，好，对吧？感谢你的呼吸系统可以协助你呼吸，感谢你的消化系统可以帮助你消化食物。
对吧？好，你要感谢你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那这个就是我在带疗愈静心营里面的那个什么，好，那个冥想。好，我常会说，想象好在你的头顶上方有一道美好能量的光，好进入到你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好，想象它充满了光，充满了爱，充满了疗愈的能量。来，你要这样子去想象。好，当我刚才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你会进入这样的感觉。好，那你要感谢，有没有？我们每天要写感恩的功课，你要去感谢你的睫毛，感谢你的牙齿。好，好，并试图了解。好。甚至最小的生物都与你分享生命的胜利和脆弱之情感经验。甚至最小的生物哦，他们有很棒的地方，他跟你分享；他们很有很脆弱的，好、的情感，好、也会跟你分享，对吧？比如你如果早上来看到爱爱，好，那爱爱就会怎样？嗯嗯嗯的叫，对不对？他们在干嘛？他们在讨爱哈，他想要撒娇，尤其是那个热热，哦，他怎么嗯嗯两句，然后你想去靠近他，你还没靠近他就躺在那里的，就直接躺下来。你看，所有善心工作的人都在笑，为什么？因为那个画面就是每一个人都经验过，他马上躺下来，为什么？他要你干嘛？摸他，帮他按摩，来回去。配方马上躺在，马上躺下来，哦，爱爱热热，马上就脚开开的躺在那，等着你帮他怎样按摩。你看，所有的动物、生物，他们开心的时候会一直跟你摇尾巴，对不对？哦，一棵树蓬勃的发展，一朵花，一朵玫瑰花，在它的花园里开得这么的灿烂，哦，那。前几天阿强又给我剪了玫瑰花，哦，开得那么的灿烂，哦，他们的喜悦他跟你分享，而他们的脆弱他也跟你分享，啊，透过植物跟动物我们就有更多的觉察，可是我们人啊有好多的矜持坚持还有什么固执，我们不那么容易的表达我们的什么情感，我们不那么容易的去流动我们的感受，啊，这个就是生病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很重要的原因啊。所以这里情化线哦，情感经验，好，哦，这里指的，哦，所有最小的生物，来这里情化线哈，哦，最小的生物都与你分享生命的胜利和脆弱之情感经验，无论好的跟不好的，好，哦。对啊，一个婴儿也是，好，比如说我在看，现在在看我那个小孙子，他睡觉的时候就一直笑，欸，一直笑，欸，很像弥勒佛，我在睡觉的时候就一直笑，我想他应该进入一个很甜美的梦，好，那我就想说，欸，地球有这么好玩吗？地球有这么好玩吗？那天我说，啊，长大才知道，我蛮狠的，哦，没有，就地球真的也蛮好玩的啦，哦，喜怒哀乐，好，酸甜苦辣，好，各中各有不同的滋味。好，然后那个小孙子就睡觉的时候就一直笑，一直笑。好，那醒过来的时候，肚子饿了，他会怎样？就会哭，对吧？那哭的时候，他肚子饿的时候，他就会用哭来表达他的什么需要，表达他的欲望，表达他的情感。那我们大人就很久没有这样了。所以有时候的那一种放掉你的自我，好，放掉你的控制，有时候需要让自己失控一下，好，就好像之前在上那个我忘了，不知道是哪一个读书会啦，哈，线上读书会，我就跟一个同学讲，豁出去活，你们豁出去活了吗？你的生命里有豁出去活吗？豁出去，让自己豁出去。真的，你不要控制你生命的能量，
你要豁出去活。也许那个配方真的需要豁出去活，把自己豁出去，好，不要太多的控制，越多的控制越无力感。也许真的豁出去，反正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嘛，大不了就是一死而已啊，就豁出去活啊。哦，你先，那这个豁出去活，你就要先去觉察，你有没有内心很多的什么渴望？你最渴望的是什么？那你最渴望的，如果是一个人，那我就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都可以，对吧？那我最渴望的就是真的，我想要刚才子涵说的睡觉睡到自然醒，钞票数到手抽筋，可不可以？那你就不要工作，放下工作，真的就去经验它，试试看，没什么大不了。来，你的生命，你一定永远要告诉自己，在你生命碰到的每一件困难，你都要告诉自己，真的没什么大不了。好，那我鼓励每一个同学都要豁出去活，你要让你的生命有更多的多样性，好，让你的生活有多样性，然后去展现你的生命的能量，好不好？好，那么我们再次祝你们午安，口授结束。而再次地，我启动如此加速你们广大的能量、力量和能力的那一些坐标。好，意思就是，好，就是这个把这样的一个能量、能力跟好力量，好，就是灌，我们这样讲用白话人灌输在鲁伯的身上。好，好，那我们今天健康之道读书会就到这里喽。好，那我们下一次明年的健康之道读书会好像时间是不是安排了？好，那如果喜欢跟着子涵一起来读健康之道的同学，好，那喜欢有时候可以听听赛斯春的这一边的一些现场的状况，想跟赛斯春的能量来做连结，好，那请关注我们的赛斯春的 FB， 好，经常就有我们赛斯春的好一些那个课程的资讯。好，那在下个礼拜十二月的下个第四周，好，24号到27号，由我带领的感觉基调修炼营。好，那这个感觉基调修炼营是4天3夜，然后全程的静瑜，那里面就有很多静心的体验，好，包括很多内在感官的练习，所以就欢迎同学可以回来参加。晚上6点半有许医师的工作坊。好，所以想参加许医师工作坊的同学，你赶不过来，那你可以现在线上报名，可以参加线上的。好，晚上6点半到明天的晚上6点半，总共有10个小时的课，所以欢迎同学能够踊跃的来报名参加。好，等一下许医师就来了。好，那请同学多多支持，好，因为这一次的招生不是很理想，哦，我压力很大，好，帮帮子涵，哦，这就是我的脆弱啦，哦，我要求救，好，那许医师的工作坊人数，我们这次，哦，没有，就是没有像以前这样，但是也很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多时间来探讨，好，然后报名线上的课程也可以。好，那如果想要参加的同学可以给我们赛斯春用 LINE 或 FB 留言，或者直接打电话过来。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参与。